好，欢迎收看全市新闻网中午12点美食特快车。我是冰淇淋主播，我是铁观音主播。铁观音，是我们今天播报的主题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近年来很夯很夯的全伟家。那就让我们看一下棚外的状况吧。哦，今天好热哦。让我们去吃冰。盛行街，美食风格。每天限量两种的口味，限量300只，全伟家。观音主播，现在高职生正是多元发展，他们有一项课程叫做专题研究呢。哦，那是怎样的课程？就是要把你的课程所学结合了专题研究。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影片啊。我想到了。想到什么？不然我们就把全伟家当作专题的主题。哎，可以耶！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开一间冰淇淋店，推着一台冰淇淋车，然后我要当冰淇淋姐姐。该是我阿冰姐姐吧？谢你哈。那它跟我们的专题课程有相关性吗？当然有啊！难道你都没有听经济老师说过吗？好，各位同学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独占性竞争市场的是三个特性，第一个是厂商进出容易哦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呢，竞争者众多，很多很多。好，第三个是产品一直出 no 就是不一样的。那这样可是各位同学，你们懂了吗？主播，你知道台南最著名的是什么吗？美食跟景点呢？可是要怎么吃啊？那我们就来看接下来的独家采访吧。振兴街这么多好吃的，大家从哪边开始吃起啊？对啊，到底要先吃咸的还是甜的呢？不然我们从头大吃大喝一遍。可以耶。然后整理成一份数据。那整理出来的数据放上网络，让人家下载使用，然后让人家更方便。OK，Let's go， 耶！各位观众你好，现在记者位于全伟街头上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时下年轻人最夯的美食 APP 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哇，同学你们在做什么啊？这个还真是美食地图哎，不会吧？还有店家资讯。哇。